是一个人，被小僵尸救的这个人是狼族少女小月。小绿可是好奇，便在床头看她，一直到小月醒来。午饭翠花准备了曲奇，看众人吃得津津有味，小月也忍不住尝了一口，但味道她难以接受，看来还是要吃荤的，毕竟她是狼。之后小月受小僵尸与小雕的邀请一起来到森林打猎，很快他们便发现第一个目标，小僵尸拉弓发射精准命中，还没等他们来得及高兴，小雕又发现了其他猎物。而在他们离开后，饥肠辘辘的小月露出了本性。当小僵尸再回到小月身边时，那只兔子早就不见了身影。小僵尸的询问让小月装傻昏了过去。后面小月走着走着，突然一只熊猫朝他袭来，正当他准备卸下伪装与其对抗之时，小僵尸与小雕上演了一场英雄救美。不过这两个小家伙空有勇气没有实力，关键时刻一只狼的出现化解了他们的险境。这只狼不是别人，正是逃走的小月。晚上饥饿无比的小月来到外面找食物，而邻居小猪家的鸡就此遭了殃。第二天朱小花在牧场哭个不停，因为她的鸡少了一只。小月看到后内心不禁有些自责，翠花很喜欢小月，见她独自一人便过来陪她。小月询问翠花偷鸡的是不是很惹人讨厌，翠花回答是的。深夜小月做了一个梦，梦里是她和父亲逃跑的画面，父亲为了让她逃跑独自挡住吸血鬼，但吸血鬼太强，眨眼间便解决了她。小月也没能逃掉，被吸血鬼逼到尽头掉入了河中。殿中的小月也被这一幕惊醒过来，同时小绿翠花也醒来。之后翠花把小月带到外面安抚她，殊不知一直苦苦寻找小月的吸血鬼就在这附近。蝙蝠想要进房子自己解决小月，但不巧翠花关门时刚好把她关到外面。躺在床上的小月肚子又饿了，但这次她忍住了，因为她不想再看到朱小花那伤心的模样。连与门亲密接触的吸血鬼把这气撒在了旁边的牧场。第三天朱小花哭得很伤心，因为这次什么都没了。江仔告诉小猪有可能是附近的狼干的，小猪很生气，决定前去找麻烦。而小月发现这是吸血鬼的咬痕，于是他连忙告知翠花母子，意识到情况不妙，他们赶紧阻止了小猪与江仔。